来，了解李白写我自己部，你抬高了关键词，世界和平游戏 ，World Peace。本来一方退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但是两方都不退让，不要看着眼前的利益，也要发现长久的问题。和别人沟通，独立思考能力、批判思考能力，或是创意，然后呢，去解决我们这些大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